китайский лидер. Да, идет вдоль почетного караула. 战略协作伙伴国这样一个定位，看来中国在这个发展中，取得了非常令人注目的成绩。所以说，我们将来有机会详细的讨论这和你就两国关系和我们共同关心的各方面的问题。